转全球超雷机场，转机限时狂奔，累到想哭。丹佛机场是美国最大的机场，九次登机口，然后我要跑到85，你要一路往前冲，长度是1.2的公里，我跑了30分钟，终于到30分钟。你到底是去转机还是去参加马拉松？千万不要忘记哦，今天晚上8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